手，不要这样子。而且说有去当义工，然后被安心雅喷了一身湿，是不是？要不要讲一下当下多有趣？当下其实状况是因为他很认真在帮那只狗洗澡，他刚好在水族的后面，对，然后又很认真的帮他冲完澡之后，后来他转头一看我背是湿的，所以我就傻眼，想说你来园区很有爱心的帮了所有的狗洗澡，然后也顺便帮我洗了一下澡，他其实一进去就哭了。还没有开始认真的工作，他就已经，但他其实有点是被我害的这样，因为我就在跟他讲，因为我是你前面一开始是我还没进去的时候，在门口就有一只狗，他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只要听到这个，就是用那种就是那个嘴巴的那个露出牙齿，对，都会露出牙齿，露出牙齿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他已经之前是被欺负的狗狗，所以他才会有防卫。会时不时习惯会有那种 露出比较凶狠的样子，然后让大家不要欺负他。我就一开始听到这个，我觉得好心疼这样。然后一进去之后，又看到一只那个下半身瘫痪的狗，就是行动很不方便，然后就扣对下半身，靠前面两只脚在走路，然后你就开始又跟我讲说，你看他们好努力的活着，然后他就哭了。不要这样子。